蔡明丽以及明球评曾文成呢共同为大家来服务。在七局的上半，相对首先上场是陈怀山。太红中了哈、哦，这个球一打出去，这小的应该基本上 U I 的手也不用退了。哇，双方都保以重拳。曾阳月前一个半局敲一支阳春拳，一打这个半局呢，陈怀山也轰了一支。今天的兄弟相对已经打了13分之多了。